还是这个人是有的。这个农业的荷兰籍的。啊，伊这人，你若到处有听哦，哦，较悬啊是，听听哦，心机较无定。哦，你话比我无他就唔来得啦。伢人他都比你慢一个嘞。我叫我叫，哦，叫我叫，得穿，今天没行，明天也行。哎，你叫我介绍给人不行？好奇怪，哎，我跟你讲。但是也贵，自存啊，自存都刚刚开始贵，我们买了贵，最近才贵的。正宗叫阿鸡了，这种方法是聪明的。太机灵了，对啊，他一进到那个店，把这个。这老师不在这里，把那叫做
殷殷相传呐、啊，对吧？哈、啊，那个我做给那个传给哦，那个李老师殷殷相传的。哎，有啥？你懂的嘛？哦，是在台州，我在东北。哎呦，拢爱强啊！哎呀，拢爱不是爱上山嘞，啊，我不是上山嘞。哈哈哈！哦，安尼哦，小姐啊，小姐啊，哎，有以前啊，他会他家里也，啊哈，他三个女儿啊。底下有张典志三个女儿嘛，啊，赖兰贝，所以呢，同事都说，哇，接过来恭喜，哈哈哈哈哈，这要弄给他谁讲？啊，你要多几家，哈哈哈哈哈，啊，我哩准备采光，啊，我哩准备做采光布，我有3000斤，3000斤，张简。3000斤，好，许师娘阿里在高雄，伊也3000斤嘛。这边许师娘讲，哎呦，老师，阿里这在高雄地方，你怎么写这个猪啊你？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嘞，师娘拜托嘞，写到不写的话，我不管嘞。哈哈哈哈哈！猪啊你！哈哈哈哈哈！谢谢。